澎湖，我们除了要认识在地的香王养殖，欣赏美丽的潮间带生物之外呢，还要带大家去体验在地最热门最夯的渔业体验活动海上牧场哦。想要体验澎湖吗？现在就跟着米酱一块出发咯，走。群岛位于台湾岛的西侧，地处台湾海峡中央，四周珊瑚礁密布，隐藏着丰富渔业资源，加上拥有天然港湾的地理优势，所以渔业成为了澎湖最重要的经济活动。严主任你好。李讲你好，欢迎来澎湖玩。严主任可以帮我们介绍一下澎湖这边呢、发展休闲渔业它最大的优势在于哪里？好，我跟你讲一下哈，其实澎湖是一个四面环海的一个岛线，那其实它的渔业资源很丰富，可以发展的有像我们古早的一些捕鱼方法，如石户抓鱼，然后抱墩捕鱼，然后海上现在比较流行的这种海上牧场的一个收鱼啊，然后钓鱼这样的活动。那像我们一般游客来到澎湖啊，你会推荐，然后会建议我们就是可以去体验哪些休闲渔业的一些活动？我跟你报告一下，其实现在有的休闲渔业如夜钓小馆的部分，它已经算是已经蛮流行，大家都知道的。然后海上牧场这个啦齁，其实现在也来观光来澎湖旅游的客人，很多人都会去这个活动。那现在其实我们渔会有打算，就是说辅导一些渔民然后将传统的一些潮间带的捕鱼活动，像石户捕鱼，然后抱墩抓鱼这两个活动然后好好来做推广。其实这些活动都是很深入的，而且能够跟渔民一起去从事作业，然后你可以从作业当中得到一些休闲的满足，然后也可以把抓到的渔获，然后请渔民来做料理，然后一起分享这样的渔获感觉，这样子。台湾本岛的渔业养殖大都是在陆地上挖掘渔温，或是新建养殖场来进行，但是呢，在澎湖的渔民啊，可是在海上养殖鱼类的哦。现在就请大家跟着咪酱出海，一起来认识澎湖渔民在海上养鱼的方式吧。我们现在呢，已经来到了在澎湖西屿二潭附近的渔场。那在这边呢，今天要带大家来认识在澎湖啊非常特别的香王养殖。那在旁边这一位呢，是我们今天的船长曹大哥。曹大哥你好。大家好。曹大哥可以帮我们介绍一下后面啊这些渔工啊他们在做什么啊？收成，在抓鱼，要拿送到台湾去卖的。现在要准备出货了。对，出货收成。好多鱼哦。这些鱼是什么鱼啊？海蛎鱼哦。而且体型非常的大。像这些鱼啊，你们通常都是大概养多久了？一年八个月。养一年八个月左右。因为这边的海域的海水盐度比较高，所以说它的养殖速度比较慢，会比一般在越南或者中国大陆的话多半年的时间，所以说它的成本会比较高。你要拿一只起来借我看，是不是？对对，你看。五六公斤，它俗称的就是金潮鱼嘛。金潮鱼，其实在澎湖这边就是数量还蛮多的，对不对？对，但是它的养殖时间会比较长。养殖时间比较长。它的海水盐度会比较高，但是肉质非常好，因为我又靠外海，不是在内湾养。香王养殖跟渔温养殖的话，差别是在大海的话，水都是马上淘汰的，鱼放在渔温里面，长时间水质没有淘汰换掉的话，它出来的
肉质就不一样，差很多。海啸向往养殖就像是一座座的海洋牧场一样，用圈养的方式取代传统的捕捞作业，不仅拥有稳定的渔获量，更能够维护海洋资源的永续发展哦。它这个圆形的跟我们那个看到那个方形的传统式的有什么不一样？它是传统是四方形的，十米四方啊，这个是圆周是16米、嗯，然后它深度是9米，那传统式的只有5米，它的挪威式的它的鱼只容量可以到达2000多只，容量不一样。所以你们这样一个圈一圈一圈这样子，每口都是2000多。2000多，对，它饭养量会比较多。好香哦！这个是什么啊？它的成分是什么？海鱼吃的饲料，特殊有特别的配方，知道不？有配方是不是？它有加了灵芝。灵芝？对。灵芝也太珍贵了吧！比人吃的还贵。对呀、啊，好了，我开始钓喽。哇，你看，全部的海鱼都挤在一起了。我们怎么会想说，不管是用传统式也好，挪威式也好，然后那个点你们是怎么走？我们这个海域比较靠外啊。嗯。大部分冬天东北季风出现的时候，都有8、9级的风。那这些锚定系统当初都有评估过、计算过。因为为什么会设在比较外围？因为它水比较好。海水交换力比较快，所以它的品质、肉质会比较好，成长效率比较慢。那像刚刚咪讲我啊，到了那一尾又肥又大的海鲤鱼啊，你们通常都是卖到哪边去？大部分在台湾也有销到日本、加拿大、新加坡、韩国都有，各国都有。现在我们也想到欧盟去，进军全世界。对，肉质佳，口碑好，大家来试试看。澎湖的虾网养殖不仅为台湾的养殖渔业开启了一片天，这种以海为田的渔业养殖概念也为海洋资源永续利用找到最佳的平衡点。挪威式虾网养殖的设施来自于挪威，由台湾渔民改良技术，运用抗风浪效果佳的材质，能够减少风浪的侵扰，且形状为圆形，和鱼类游动的习性契合，可避免受伤。早期的澎湖渔民呢，将潮间带当成自家的厨房一样，如果呢想吃海鲜的话，就会到海边去寻寻呢。现在呢，咪酱就带大家一块到白沙乡的鸟语，一块来认识澎湖当地非常丰富的生态资源。我们现在呢就出发咯。现在咪酱就要从白沙乡的旗头渔港出发，只要约20分钟的时间呢、就可以抵达鸟语岛咯。下面呀，现在已经着装完毕喽。那除了呢，我们要戴手套之外，最重要的还是咪酱现在脚上穿的胶鞋，胶鞋有防止滑的功能，还有最重要的呢，就是脚上穿的这个有丝质的袜子，因为它可以防止我们的脚去磨到。好啦，一切准备就绪之后，我们现在就出发喽。那究竟啊，在鸟语的潮间带上有哪些丰富的生态呢？我马上出发去喽。早期这边的居民啊，都是在潮间带这边来捡拾一些生物的嘛。对啊，这边是我们这边长辈哦，早期仰赖为生的一个最重要的地点。那我们在这一大片的潮间带上啊，可以找到哪些生物？哦，这边的潮间带的生物可多了。啊，比如说我们在海池沟槽里面的话啊，很随意的就可以捡到一些啊，那螺类。好，现在我捡一车给你看，这是我们的这边的本基螺。本基螺。对呀、啊。那除了像这种螺类之外，还有啊，这个。来，这颗就是我们所谓的阿拉伯宝贝螺。阿拉伯宝贝螺，这个很大颗，而且它的颜色好漂亮哦。对。为什么要叫阿拉伯宝贝螺？你看一下，它的壳上面有没有长得很像阿拉伯文字啊？哦。它上面好像那个看不懂的那个
对对对，阿拉伯文字，好像阿拉伯宝贝螺，甲骨文哦。对啊对啊对啊，这个有水质地点，有可能就会有生物哦。你说这边吗？哎，这里有发现的，看上哪里啊？这里这里这里，伸出触角跟你挥手的，真的耶，这是海星对不对？不是的，它不能叫海星啦。海星的定律是怎样呢？海星的定律是五根触角必须包覆它的360度。哦，所以它像太阳。是，你说这个是什么？阳睡族。阳睡族。太阳的阳，睡到的睡，口族的族。哦，哇，形状就像太阳一样，对不对？对。放射状。对对对。那它可以吃吗？啊，它没有人在吃，一直想要吃。它没有人在吃它啦，它只是海洋生物里面的哈，我们都是要称它为清道夫，水质干净的指标。哦，真的啊！如果说像潮间带啊，这边的水质如果干净的话，我们看阳睡族它的就是出没的几率高不高？对对 对。如果数量多的话，代表水质干净。也干净。这样，像这种水池，可能就会有其他的生物出现了。我带来照看看。这边会更多，对不对？当然啦，它的水质那么多，表示它的含氧量更高。好，那我们再来讲一下。那个，这个一般的话，哇，这个是，我知道，这个是海参，对不对？对，来，你看，这种海参哦，早期是可以吃的，但是现在不能吃了。它的数量是不是变得比较少？变得比较少了，因为大量采集。所以现在其实有这样子的一个保育的观念，对不对？对对对对。那我们还是把它放回去好了。对，把它放回去。你讲，有没有看到那边？哎，这个是海胆，对不对？对啊，海胆。你看，有石缝里面就有海胆。这是属于什么海胆？魔鬼海胆。魔鬼海胆。它的名称叫魔鬼海胆，有分为长刺的跟短刺的，这是短刺的。它这样刺还算短。对，还有更长的，20-30公分长哎。真的啊。对。哇，所以其实啊，在这个潮间带上面，我们真的可以去找到许多丰富的一些生态资源，不管是螺类啊，还有很多在池里面看到很多小鱼苗啊，然后还有海胆、海参，真的太丰富、太刺激了。这哪算多？带你去找那个更凶猛、更可爱的，好不好？更凶猛、更可爱，到底是凶猛还是可爱？凶猛啊，但是它在湖面上游的时候很可爱啊。那到底是什么东西啊？前慢啊。听起来好特别哦，赶快带我过去看一下吧。走啊，走哦。哎，阿兰大哥，你现在弄的这个啊，是什么工具啊？这个啊，是要捕鳗鱼的工具啊。这个古代的，那这个是要绑鱼在前面，在我们的食物洞里面来回穿梭，用鳗鱼去咬它。啊，当有鳗鱼咬的时候，我们就要拿着这个钩子，勾住鳗鱼。就直接把它从那个洞里面，然后勾住。哦，没那么简单。勾住之后，还要用这个把它伸进去，把它直接整个伸长，哎，这样直接抓住它。所以以前都是用这样子的方式。对对对对。那现在呢？现在我们变聪明了，用这个水管做出来的陷阱。用出水管。对啊。嗯。水管可以做出陷阱来，看一下。哎，这是一个洞。那我们直接就把我们的鱼丢到里面去。这是什么样子的原理？它两边都是这种尖尖的，嗯，那这个它直接躲进去，很容易进去，但是要跑出来的时候会碰到尖尖的，它就会往回头跑。阿良大哥说，前两天他又放了陷阱在石窟里，不知道啊，今天是否能够亲眼看见裸胸唇的庐山真面目？阿良大哥，有没有啊？我还在找陷阱，那你加油。找到了，已经设置在这边。你讲，这次就有了。真的吗？有。阿南大哥，你拿上来给我们看一下。好。真的有哎。小心点哦。前面会咬人吗？会，它牙齿像锯子一样，所以等一下到时候要小心啊，要被它咬到吧。那如果被它咬到会怎么样？没有办法缝合哎。这就是我说的那个很凶猛啊，所以这就是它凶猛的地方。对，哇，它有那个黑色的斑点呢。哦，这一条好大条哦，这些都是前鳗吗？对，裸胸唇。哇，前鳗，小心的，不要被它咬到哦，它想要逃了，你看，不要紧张。好，你看一下。
说，对他想要逃，你看前半真的好凶猛哦。对啊，他现在身体都卷在一起了。对，你看他现在在争夺，对不对？对，他想要逃。哦，你看他的那个嘴巴张开了，可是他可爱的地方在哪里啊？他在水里面游的时候很好游。哦，所以我没办法看到他可爱的那一面。对对对。旁边这一只也是算也算是前蔓吗？对，它是裸胸唇啊，它一样是，对，它种类很多啊。前蔓的一种，对对对对。哎，那这一只前蔓呢？那金前蔓。金前蔓。那我们在这边比较可以常看到的前蔓是？就是金前蔓最多。金前蔓最多。对。像一般的游客来到这边啊，你们也会像这样子，就是一块来体验抓前蔓吗？会啊，我们大概服务前的时候就可以自己去诱捕来卖了，我们会把它跟它解说。会让他知道说鳗鱼的习性，以及鳗鱼怎么去抓得到它。嗯，如果说啊，大海是澎湖渔民的冰箱，那么也可以说潮间带是澎湖渔民的厨房。像澎湖的渔民呢，都是把一些潮间带的生物养活一个家庭，我觉得真的很不简单。所以呢，各位观众朋友，下次有机会来到澎湖的话，你们一定要来到潮间带来亲自做生态探索，相信呢，你们一定会有许多惊奇的发现哦。来到鸟语这个渔村小岛，除了可以探访潮间带的海洋生物外，最特别的是可以前往鸟语后山，体验有大峡谷美称的柱状玄武岩壁，体验大自然鬼斧神工的壮阔。裸胸唇主要栖息于浅海珊瑚岩礁的洞穴中，为昼伏夜出的鱼类，生性凶猛，尖锐的牙齿具有强大的杀伤力，一旦咬住猎物啊，便不会松口，常导致从事潮间带活动的渔民受伤。当休闲渔业逐渐成为了澎湖的主流活动时啊，在澎湖这边呢，出现了可以让民众一块体验的海上牧场。想和蜜酱一块体验捞鱼的乐趣吗？我们现在呢，就一块出发前往海上牧场喽！现在蜜酱搭船前往仁贝岛，亲自体验这个大家口耳相传的海上牧场，到底有什么魅力，让每位去过的游客都赞不绝口？嘿，珍姐，我刚你好，看到后面呢、啊。已经有游客开始在体验那个拉网子了，对不对？这个就是定制渔网捕鱼。定制渔网的捕鱼。对，到这边男孩子我都会请他们当渔夫、女孩子我就请他们当海女。海女。因为你没有全身投入，没有用心的想要投入这个捕鱼哈，那就捕不到鱼。对，快乐的鱼。大姐也太开心了吧！好愉悦的气氛哦。哇。大姐好棒哦！到了，那是海女啊，海女要到够。快乐的海女。海路，海路，海路。哇，应该好多鱼哦！好多小款哦，小鱿鱼。哇，你们看那定制网里面的那个鱼类真的好多，而且又丰富。而且澎湖的海水啊，它们水域真的太清澈了，真的很漂亮哎。这些捕捞上来的渔获，待会啊可是会成为旅客们的午餐哦。哇，佩珍姐，你看，这是我捞到的小管。小管，有人叫它泡的。其实你们知道吗？像这个定制网，它其实就像是一个那个一座很天然的渔场，然后天然的渔业教室，对不对？我们来这边呢、可以体验捞鱼，然后这边还会有人在帮我们做生态的解说，然后还可以就是来体验那个捞网，真的很棒哎、欸！很棒啊！对呀、啊。你们这只鱼啊，吸在脸上的感觉是什么？觉得跟他被欺负，好像被欺负，好像被接吻一样，鱼在跟游客接吻。结束了定制渔网体验活动后，蜜酱搭船前往仁贝岛后山，除了要欣赏壮阔的玄武岩奇景外，还要去一个当地人才知道位置的私房景点哦。
现在呢，我已经来到了澎湖非常知名的景点澎澎滩。哇，船长，我觉得这边真的太美了吧！究竟这么美丽的环境啊，这么美丽的海域，这么美丽的沙滩是怎么形成的？原来这个地方呢是很茂密的一个珊瑚区。嗯，那么为了我们离岛的用电啊、电信啊，还有这个自来水的一个关系，那么从沿背岛呢转接到鸟语使用的这些管线啊，经过这个地方。那么这些水文环境都改变了以后呢那么这些珊瑚碎粒呢通过这个海推的作用然后呢通通把它集中在这个地方，那么因此的形成这个我们现在所看的这个沙洲所以这个沙洲只要由珊瑚碎粒珊瑚那个贝壳跟珊瑚沙所组成的各位可以看到很多漂亮的贝壳都在这个沙洲上面可以发现到的。目前澎澎滩有3/4区域规划成海鸟保护区，游客来到这里千万不要跨越管制线哦。在体验完海上巡航之旅后，刚刚在定制渔网捕捞到的渔获已经变成一道道美味的海鲜，看大家吃得这么津津有味啊，澎湖海鲜果然是名不虚传。船长，我刚刚在这座海上牧场上面亲自体验喂鱼然后遛海狸，我真的觉得好刺激哦，而且我以前从来没有就在那个海上这样子来做这样子的一个体验。我们知道那个我们要接触海洋是比较不简单的哈，因同时呢我们有定制网可以做到了各式各样的这些鱼但是因为呢有的很可爱，有的很漂亮因此呢我们就把它放在箱网里面，让各位来能够直接接触，同时能够认识了解我们这个海洋的生态借以这个了解能够来保护我们海洋的资源。这边的游客都玩得好开心好兴奋哦，我觉得来到这个地方真的感觉真的是非常的棒，而且真的很值得来，因为夏天的澎湖真的是非常的漂亮，除了蓝天碧海然后还有这样子一个就是算是新兴的海洋观光的一个体验的海洋牧场，我觉得大家有机会的时候呢一定要亲自前来这边来体验哦。对，欢迎各位，欢迎大家到澎湖玩哦。来到了澎湖我们除了可以到美丽的潮间带去体验生态探险，也可以到海上牧场去享受喂鱼的乐趣哦，甚至呢我们还可以品尝到由箱网养殖出来的雄青海里哦。你还在等什么呢？赶快来到澎湖享受不一样的渔业文化吧。我是咪酱，娱乐新世界，我们下周再见咯，拜拜。赏金事业起源于大概是在1997年的时候，实际外海这附近这个发现率大概有97.5%以上。这个网呢，海鱼呢叫做钩钩藤鸭哦。哇，给镜头看一下，这边有螃蟹，它一掉下来，整个就是呈现深红色的。哇，你看它瞬间变白嘞，这里好多水族箱哦。这一缸合适几八？